5月1日，古爱玲已回到位于纽约的家中，她晒出一组美照，分享自己在家中的生活，尽显潇洒惬意，并配文：时差加纽约等于晨练。即使刚刚经历了长途飞行，古爱玲依旧活力满满，投入了跑步锻炼中。从画面来看，古爱玲扎着高马尾，画着烟熏妆，活脱脱就是一个青春美少女。她身材线条感十足，露出的蚂蚁腰和马甲线让人移不开眼。除了秀身材外，古爱玲位于纽约的豪宅也罕见曝光，家中布置非常具有现代化气息。在家中短暂休息后，古爱玲换上运动装前往公园晨跑锻炼，她还晒出纽约公园的照片，当地环境优美，跑步的人非常多，古爱玲也加入了大部队，这样硬核倒时差的方式让人十分佩服。作为运动员，古爱玲在冬奥会上的出色表现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，赛后她更因接地气的性格圈粉无数。4月30日，古爱玲就晒出了一家人乘坐私人飞机离境，如今她已经抵达纽约的家中。最后也祝古爱玲未来越来越优秀。